即时路况。听众您好，时间傍晚6:38，欢迎收听好事989北水六路况报道。台65线在南下土城衔接国道3号方向，有黑狗闯上了快速道路，驾驶人路过要小心。台北市区在新生南路往北方向，从和平东路到信义路段，外侧车道在今晚10点之前都会施工，请驾驶人要听从现场一招指挥。提醒您，别忘了随时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。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。好事989北水六，祝您行车平安。即时路况。听众您好，时间晚上7:34，欢迎收听好事989北水六路况报道。国道一号在北上34.1公里，过了高工局，中间内侧车道有货柜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。台北市区在建国高架往北方向，南京东路到圆山路段车多，往南方向则是长安东路到信义路段比较不好走。市民高架目前往西的方向则是全线车流量大。提醒您，别忘了随时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。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。好事989北水六，祝您行车平安。